中秋节将要来到，伫台南永康洋行派出所内，会当看到用文旦彩绘各种造型的放假人物。这是由一位警员利用休困的时间，发挥家己的制度专长加巧思，将文旦化身成为古锥造型的放假人物，让当人感受到无同款的中秋节，也让来报案请工的民众会当放松心情，有无同款的体验。中秋节将要来到时阵，伫咱永康洋行派出所内，会当看到用文旦彩绘了各种造型的漫画人物，有愤怒鸟、巧虎、大烟仔、小小兵、佩佩猪等等造型。这是由一位担任警员利用休困时间，发挥家己制度的专长甲巧思，将一粒普通的文旦化成一位可爱造型的漫画人物，希望将派出所严肃的所在变成一个轻松恰工的环境。中秋佳节快到了嘛，那我就想说，利用柚子来彩绘出一些比较可爱的，让民众进来可以有别以往派出所的观念，就是说，一般派出所都是比较严肃的单位，那我用柚子把它彩绘成一些比较可爱的造型，或者是跟那个卡通图案，让民众进来可以感受到说。不一样的气氛，那民众进来可以比较放松，那从人上班的时候也可以保持开心的心情。就是拢做水啊，为家伙，家做古锥的啊。那有想讲要抱灯啊，让恁孙啊佚佗？有咧想啦，咱这是为家做辛苦的，明仔甲配灯啦，或者让看水安尼。所以一来看到这些心情拢做好。看到心情就较轻松啊。要用文旦完成一个漫画人物的造型。警员张家勋表示，对选文旦的大小、彩绘甲装饰造型，大约要用半点钟的时间完成，而且只要用手边摕到奇异笔、立可白、加刀等工具，就当真紧来完成彩绘甲造型。以前我是念制图科的，那笔译的部分，像小小兵这个部分，就是尽量选圆一点的、胖一点的。那比例的部分，就是因为卡通图案，它就是眼睛跟身体看起来要。胖胖的、圆圆的，这样子比较可爱。那只要把它的比例画对、神韵的画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永康分局严寒派出所指出，为了要警员伫无闲工课时阵，伫环境上也会当加一点啊轻松活力气氛，因此利用文旦来彩绘漫画人物，也会当让当年过着无同款的中秋节，也有来报案车过的民众，会当放松心情，甲无同款的体验。记者萧建伟永康区采访报道。